绝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竞逐，同时也提醒韩国政府，既已饱受债务问题的困扰，切勿饮鸩止渴，反而陷入中国债务的陷阱。不是简单的一句说，哎，我们不跟你来这个金钱外交就算了，啊，那是相当不负责任。立陶宛不过200多万人的小国，洪都拉斯哈来讲嘛，它有将近1000万的人。那你给一个没有给你正式外交关系的200万人小国，你都可以把价码拉到12亿，那你对洪都拉斯为什么不行？我觉得吴钊燮的作为就给自己啊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。